号上带神马，其他都 OK。上攻波，操，上来为什么真没大克？号上先起野兽好吧，这队伍感觉有点像是来点我们的，这是。地府甩放下啊，和尚推防吧，要不？感觉上来点我们的这是。对面是个狮驼岭，宝宝咱清这边的二号宝宝，二号清了。OK OK。 这边四活速度快，一群恶豹，两风系队伍，神你个大爷！这边还有特技啊，我去啊！ 你和尚，你号上当头先砸对那五，好吧？神马给置顶个血，和尚活一活一波，和尚把我强拉下，免得被对面拽续命拽死了。我就下屋里动房子，防止对面那个拽续命。OK， 行，对面走的效率。可以，这我死。你和尚拉金刚吧，铜头铁臂骑一个，准备飞起飞起，好吧，来吧。是龙宫的孩子啊，对吧？管他是个什么孩子，搂他。你可以逼他呀。逼他了。 刚没拉上，下巴的群差不多了要。赤城峰林，等有飞机的时候，如果花果山是飞机，你一定是群秒；如果花果山是飞机，你有大秒用大秒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吗？如果花果山有飞机啊，有大秒一定是大秒。这队伍打的有点慢了，这队伍打的，打累了，打得快好像不行了，这打得快。 神马开开了之后拉金刚，有飞机飞机大秒，有当头，有当头，有金刚再拉波金刚吧，好吧，再拉波金刚，神马给宝宝顶血都行，快！我金庆吧，你金庆也行，行行行，你金庆也行，这是地府是吧？这封印要开吗？那不需要开，拉倒吧。 两个宝宝没了，我操，出来！神马是比地府速度快的，石火在地形打的不行。 铁壁还没破，秒破了应该。
130是吧？130，花果山立旗子，好吧？法系走吧，金青，法系先走，金青吧，金青先走了啊，走金青走。没有时间，我群了。群进群，这边也没什么好朋友了。又是个龙宫还是什么？都是花果山这一波是破天是吧？是破天砸伤孩子，先把伤孩子先杀了吧。发现出个宝宝，宝宝先杀了，和尚你继续群。力劈砍伤孩子吧，没技能，没技能，等花果山技能。旗子五回合，不着急。感觉下一波如果没有飞机，要不你解封自己起个起点神通吧，干脆，好吧。这他妈杀得太慢了，这第一场杀得贼鸡巴慢。文哥，我到了。好，等一下。你有飞机你自己开，开了飞机飞好吧，飞机飞和尚群推。神木的话先小米二手啊，先不要大秒，先小米二手，免得对面有特技。笑得干干净净的笑，有金蝉还来金蝉，我去，我操，我封印没开，那还可以啊，莫名其妙被秒死。这波有当头，小死亡直接挂对面刘春，好吧，小死亡挂刘春，星星最星 ，OK， 当头一棒把他砸了，神木直接大秒秒出去，大秒大秒，不死我再续迷。群了啊，你群推我水星水花山 ，OK。不死我拽虚把他拽死，他上盾了，上盾也得死吧，应该他拉起乌龙腰疯了，感觉峰回路转什么鬼，换了个一次虚迷，他就能把我秒死，死个宝宝而已，这离死了吧，八回合又来一只，我操我操，地府死了，真把地府给冲死了，我擦，我的妈呀，秒过了，我真死了，我去啊，怎么是他们冲的续迷啊，这是，我操，莫名其妙的，
我日了个鬼了，你花果山这波也死定了，对面还再这次续命。你和尚这一波的话死了自己把自己死了好吧，死了自己。和尚你不是那个慢的，不是慢的，你拉我拉地府拉续命，快点饿拉续命，饿你拽续命，神不你这秒不秒飞续命没辙了。花果山你看着办吧好吧，你花果山应该是死了，对面飞机先飞你了。我操，对面拉三次续命把我们炸死了，没搞，我说九回合妈的马上拉地形了，我操，这你妈的怎么是对面拉训把我们拽死了，都是莫名其妙的，不应该是我们拉训把对面拽死吗？我他妈宝宝能神不，眼看赢了，我操，眼看赢了，这他妈的你跟地府你俩要带那个抗虚弥那个法宝，我去宝宝一个不神玩你妹啊，这是完犊子啊！这他妈真的完犊子啊！地府带不了，除非地府不带河图洛书啊！下局，我操！这他妈有点莫名其妙是吧？我不带大金甲，我可以带这个，但是我不带大金甲，我更亏啊！关键是，你不要带大金甲，你就带那个。这他妈对面拽波凶把我们拽死了，我们拽虚名应该是秒对面的，他妈对面人都死了一个，被我们飞机飞死了一个都。哇操了，莫名其妙莫名其妙。这他妈真的懵逼了，这是。